我亲爱的家人们，皇后圣光的家人们，大家主日平安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好来朝见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听今天的宣召，这是主基督的吩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会众同声，父子圣灵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你是爱的源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借着你的慈爱，我们不再是你的仆人，你称我们为朋友，可以进入你的心意。慈人的恩友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灵的向导，救我们脱离试探。我们必因你的慈爱欢呼赞美，我们要在你的圣殿中亲近你。阿们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拍手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哈利路亚，那位你就是我们最爱的主，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凭眼见，不凭感觉，淡淡的来相信，来宣告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，一同来宣告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是的主啊，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转向你，我们就有信心来宣告，我活着不是凭眼见，我活着不是凭感觉，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，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让我们一同来宣告，我相信，我们相信的这位耶稣，一起来！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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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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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哦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有你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
我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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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相信的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已经得胜的君王。我们将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颂赞都完完全全的归给你。
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日日夜夜不停的献上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祷告，因为你就是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，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。我们愿将所有的荣耀再次的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主啊，愿你得着所有的颂赞和赞美，你愿你悦纳我们所有的敬拜，所有的赞美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，带领着我们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交托，我们仰望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的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这两个月我们都在谈馨香哦，我很喜欢香水的味道，我很喜欢香的味道，所以说我常常用同一个牌子的香水。我记得在以前在教堂的时候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会有人在二楼就对我说，哎，我感觉到你要下来，我闻到你的味道啊。我想他是说他闻到我的香水味。是的，馨香香气让我们感觉到有自信，是我们所喜欢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馨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？馨香是什么？馨香的概念不是人造的香气，人造的香味，它是一种献祭所发出来的味道。如果献祭是馨香的，这也代表神是喜悦这个祭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发现馨香跟祭物是分不开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烧祭物了，对不对？来到新约的时候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哎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祭，我们的生命要发出馨香。如果今天上帝在看你，哎，不是在看你，上帝如果在闻你的话，你是馨香的吗？你是馨香的吗？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是馨香，发出香味的生命。哎，这样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祭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所不喜欢的？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欢的，我们可以离远一点，更靠近神所喜悦的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3-1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所不喜欢的祭。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一章13-14节。13节，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公物来了，烧献祭物的香气也是我厌恶的。我厌烦月朔、安息日和集会，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是我不能容忍的。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期，我心里恨恶，他们都成了我的重担，我已承担的不耐烦了。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不喜欢的祭是怎么样的祭？是一种形式化、机械性的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形式化、机械性的生命，哎，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也并不能带来馨香。机械性的生命，你有经历过吗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有一个太太，你有一个老婆，她每一天都很勤奋地做饭给你吃，哦，在你需要的时候也会为你捶捶背，但是你转头一看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她是机器人，哎，你喜欢吗？你一定会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就算他每天在你面前对你说100遍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哎，你会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吗？这个不是你所喜悦的。形式化，哎，什么是形式化？形式化就是为了做而做。在教会里面，其实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沦入形式化。像什么呢？小组。形式化的小组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来到小组，我们可能每个星期，哦，你会发现你说的那些代祷事项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哦，你是为了讲而讲的，你没有什么敞开，其实过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建立到真正的关系，哦，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没有什么感情，没有什么一起笑一起哭，是一种形式。形式化的生命，形式化的祭是神不喜悦的。诶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，我们要远离它。而神喜悦的祭是什么呢？是关系性的，是出于爱、出于内心的祭，也是一种我们有爱的生命。
因此你会发现教会常常会说关于关系的信息，在教会我们常常会谈情说爱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来谈一个我们比较少谈的一种爱，叫做友情的爱啊，叫做友情的爱。我们要怎么样在友情里面讨神喜悦呢？我想问一下你哦，友情对你重要吗？你觉得友情是重要的东西吗？很多的人比起爱情，比起亲情，觉得友情不算什么，友情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哎，亲情，你看到父母付出那种爱对孩子，哎，那种爱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棒。爱情，一个男一个女从万人当中相遇，哎，对彼此说我爱你，我愿意跟你厮守到老，哎，这样子的爱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让人向往。但是友情呢，你好像随手可得，人来人往，感觉友情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东西，你付出了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得到回报。 C.S. Lewis 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，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做《四种爱》The Four Loves 这样子形容友情。他说很多人贬低友情，很多人觉得友情不怎么样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友情的爱，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那种友谊里面可以得到的爱。他这样子形容，如果爱情的图像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画面，一个男一个女面对面看着彼此，含情脉脉地对彼此说我爱你，诶，这是爱情。但是友情的图像并不是这样的，友情的图像不是面对面看着彼此的，友情的图像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肩并肩，他们朝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前进，而且它可以是两个人，可以是三个人，可以是更多的人。所以友情跟爱情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而友情呢，它不像爱情或者是亲情那样是关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在爱情里面，两个人如果有第三个人进来，如果不是孩子的话，第三者进来，哎，那是不舒服的，是你不想要的。但是友情却是开放的，你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。他这样子的形容哦，他说你知道吗， 我们身边的不同的朋友会带出一个不同面向的我们，例如说我有朋友 A，哦，在他的面前我有一个 A 的面向，我会因为他不一样，他会说一些笑话，会说一些东西，可能是一个外向的人，我就在他面前有一个这样子的表现。朋友 B，可能他是比较内向的，可能他比较喜欢谈论某个话题的，哎，我在他的面前我又有另外一种的反应，一种面向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朋友圈里面其中一个朋友离开，例如说朋友 A 死去，朋友 A 过世，其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对朋友 A 的一种反应跟一种面向也会随着朋友 A 死去也不见了。所以友情是比我们想象中影响我们更多的，而友情其实也是很美丽的。友情的美丽在哪里？友情的美丽就是在于它不是靠血缘，它不是亲情，它也不是靠一种爱情，一种婚约，一种约定要签约的，它并不是。友情的美丽正是因为它是自愿的，它是自愿说你不是我的谁，但是今天我愿意爱你，你是我的朋友，这就是友情。所以说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样谈论的各种的爱，其实每一样的爱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必须去经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因为当我们在经历这种不一样的爱的时候，这些爱都反射出基督的爱，反射出神的爱。从友情的爱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探测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去抓到，哎，神的爱是怎样的。从友情的爱里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一种自愿的爱，那种分享的爱。所以说呢，基督徒，基督徒之间的爱，基督徒之间的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耶稣怎么形容朋友？怎么样的友情是讨神喜悦，是馨香的？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。在约翰福音15:12-14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约翰福音15:12-14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
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这个是耶稣对门徒说的，门徒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的爱像朋友为朋友舍命的爱一样。诶，这里耶稣说的朋友，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philos， philos 跟一个字是很接近的，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，那个字叫做 phileo。 phileo 是什么意思？ phileo 就是爱，是一种很真挚很亲密的爱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友情是可以非常的亲密，非常的深入，以至于耶稣可以为朋友舍命的那一种的爱。因此呢，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友谊的爱应该是 phileo 的爱，一种亲密的爱，一种真挚的爱，一种我们应该在教会、在小组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可以体会、可以体验的那一种的爱。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。我想问你，你有这样子的经历吗？尤其是在小组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你有经历到这种 phileo 的爱吗？我希望，我也很盼望大家都可以经历，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爱。我有经历，也正在经历着，我也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进入 phileo 的爱，友情，我们要怎样可以建立这样子的友情，在主里面，在神当中，在神里面建立这样子的友情。我们要来看一个我在圣经里面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我有时不时不时我会打开去看去研究这一段的友谊。我觉得它是很漂亮，圣经很漂亮的记载这一段的友谊，是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。约拿单跟大卫他们做朋友，先讲一下背景。他们在做朋友之前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约拿单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人，他是扫罗的儿子。你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他是那种有一点犹豫不决，不是很有信心，然后又有点骄傲的。然后但是呢，约拿单不是这样，他是很有信心，他对神非常有信心的。有一次他的老爸一直在犹豫不决，哎呀，要不去打那个非利士人要去还是不要去，要去还是不要去。可是约拿单呢，他就向神祷告，他跟那个旁边那个帮他拿兵器的说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或许上帝会让我们打败这一群的非利士人。结果他祷告，上帝也带领他，他那一天就自己杀死了20个，一个人打败20个非利士人，比叶问还厉害，一打十他一打20。是的，这是约拿单。然后大卫呢，大卫我们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大卫打败了歌利亚，用石头就杀死了歌利亚。这两个人，这个是他们还没有相遇的时候。那当歌利亚被打败过后呢，第十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就这样子说到，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单的心和大卫的心就深相契合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。我想说，一个友情的建立的一开始是建立在对彼此的欣赏。我想这两个人都对彼此非常的欣赏，他们看见对方对神的信心，他们看见对方愿意这样子的牺牲，好像自己，他们对彼此充满了欣赏，看到对方的优点。可能你说，其实这样子欣赏有什么难？哇，他都打败歌利亚，你一定欣赏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是哦，欣赏真的是看你这个人懂不懂得去看到别人的优点的。你看像扫罗那个爸爸他就没有欣赏他的儿子杀死那20个人啊，在这件事情过后他还要 想要把他儿子杀死，他没有欣赏。欣赏真的是你可以看见，那个人，哇，他真的很棒。如果约拿单不是一个懂得欣赏的人，其实约拿单也可以说一些不欣赏的话嘛。他可以跟大卫说，大卫，你为什么选石头啊？这样飞的东西啊，你为什么要选5颗？你一颗就打败他。你其实如果你对上帝有信心，你选3颗就够了嘛，你选1颗就够了。一个不懂得欣赏的人，你怎么样都可以找东西来批评的。所以说呢，欣赏，让我们学习欣赏。
你知道吗？我在教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哦，我的第一个上司，不是上司，我的 superior，OK，、okay? 我的 boss， 他不是很欣赏我。可能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工作，我有一点点就是天真呐、啊，有一点点的好像很就是很多的理想，我、哦、觉得可以这样，可以那样。所以说呢，他不太欣赏我，我也感觉得到。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想快点换学校，快点换我工作的地点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换了一个校长，哎，这位校长欣赏我，哎，他不只欣赏我，他还对我说，哎，我欣赏你，我觉得你很勇敢，我觉得你很有想法，哎，然后我怎么样？我当然是更爱他，我也更爱我的工作，我也更努力，我也觉得我有价值。是的，欣赏。你今天在小组里面，你是否有欣赏你的组员？关系的建立要彼此的欣赏。你有没有对你的组员说过，哎，我很欣赏你，我欣赏你的想法，哎，我很欣赏你，我欣赏你有很多的顾虑，你很多的责任心，你做一个东西之前你会想得很清楚，你有欣赏吗？盼我们的友情建立在对彼此的欣赏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们约拿丹跟大卫呢就成为了好朋友，他们那个他们的心哦契合在一起过后呢，第三节这样子说，约拿丹与大卫立盟约，因为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。他们立盟约，哎，立盟约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约在这里呢，其实是跟上帝和以色列民立约的那个约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意思。哎，立约，我们想起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，上帝谦卑自己，神谦卑自己，跟人立约，做一个决定。对不起，是做一个 promise， 英文翻译是 promise， 一个承诺。上帝承诺什么？上帝承诺说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祝福你，这是我在这个约定我向你承诺的。而人对神的约定是什么呢？人在这个约定里面是向神承诺，我会信靠你，我不去拜别的神，我只信靠你。哎，这个是约定。那在约定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忠心。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神都是忠心的，神不曾离开，神一直在那里施行拯救，神一直在那里把以色列人唤醒回来。哎，这是忠心。那当约拿单跟大卫立盟约过后，你发现他们这两个人都对彼此非常的忠心，对彼此有一种信任。友情里面的爱是一种忠心的爱，正是因为他没有血缘关系，正是因为他没有一种真正的合同，他是一种你跟我之间的约，你跟我之间我们忠心的在这个约里面。你有立约吗？你会在你的朋友面前跟他立约吗？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会拿纸跟笔写一种约定，然后签名或者血书之类的，我们不会这样子做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你可以在友情里面立一些约，我在小组面立一些约。例如说什么，我常常会跟我朋友立约说，哎，我们的友情哦，我们是要讲真话的哦，如果你真的不爽我，你真的不开心，不喜欢我做的一些事情，我说的一些话，你一定要来跟我说。在这个约定里面，我们决定是忠诚的，不是假假的。在我们也可以约定说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找你。虽然我很排斥，虽然我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愿意承诺，我会做出这个动作，我愿意做你的朋友。弟兄姐妹们，友情是建立在一种忠心的盟约里面，对我们的朋友忠心，这是重要的。而最后呢，你看到第四节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四节，当他们立完盟约过后，约拿单做什么？约拿单就把身体、自己身上的外袍脱下来给大卫，又把自己的战衣、刀、弓和腰带给了他。哎，约拿单的这个举动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其实在那一个点，他们做朋友的时候的那一个点啊，那个时间点，约拿单是王的孩子，他是一个王子，而大卫呢，他是刚刚升上来打败哥利亚，差不多开始要做将军的，所以他们的位分是有点不一样的。但是当约拿单愿意把
外袍脱下来的时候，把自己王子的那个身份脱下来给他的时候，这代表一种肯定，代表一种付出。他愿意在这个友情里面成为平等，成为愿意付出的人。你知道，为了这个好朋友约拿单是付出很多的，约拿单是牺牲很多的。有一次在大卫他逃难因为扫罗去追杀他，大卫真的是逃到心情非常的不好，非常的低落，躲起来的时候，约拿单怎么样？他知道他的爸爸在追杀大卫，而他呢，赶紧的，更快的去找到大卫。他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只是去那边跟大卫说加油，当然他用他们的语言，他对他说加油，鼓励他，提醒他亲近神，为他祷告，提醒他说不要害怕，神与你同在。这样子的付出，而且不只是这样，圣经描述当约拿单跟大卫鼓励完过后呢，圣经描述说约拿单就回家了。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你去找一个朋友然后你回家很正常。不是的，那个时候扫罗正在追杀大卫，扫罗在追杀大卫，他带着一群的兵马，一堆的人去追杀大卫。约拿单应该在哪里？约拿单应该是跟他父亲一起在追杀大卫，对不对？但是约拿单在那个时候决定回家，他站在一个立场，他牺牲，他的父亲会误解他，但是他愿意在这个朋友面前付出，说是的，我愿意为你做这一些。一个真的友情，一个很好的友情，一个友情的爱是付出于行动的，不是嘴巴说的，而是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在约翰一书3:16-18，我们非常熟悉，我们再来用这个角度来看，来思想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3:16-18，16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。凡在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因着心肠不离，他怎能说他心里有神的爱呢？孩子们，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表现出来。是的，我们的彼此相爱，我们在友谊里面的爱是要表现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最近在 WhatsApp 的群组里面，在皇后圣光，如果你在那个祷告的孩子也好，在我们的消息站也好，你会发现其实一直都有了。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家人过世了，在这个疫情底下，他们的亲人离世了。你有注意到这些吗？你有没有付出行动去关心，去慰问，出现在他们面前鼓励他们呢？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，我的阿嬷，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，她在新加坡过世，我们都很难过。我心里想说，对，我的阿嬷在新加坡吊丧嘛，我真的很可以理解，就是大家不能来到新加坡这里吊丧，是真的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很记得那个时候，仁健牧师还有四生弟兄，他们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，到那里安慰我们，陪伴我们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我到今天，我还是深深的记得那种的安慰，那种的感动。现在在疫情之下，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经济的困锁底下，不只是很多人，外面的人，更是我们身旁的人，小组的人，或许你的身边的组员现在陪你一起小组的，或者是你的，甚至是你的组长，他陷入在经济的困难里面。我想问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有问过吗？你有去关心吗？如果你知道了过后，你愿意私底下帮助他吗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去资助他，安慰他呢？这是友情的爱，是我们可以去做的。我盼望大家在友情里面经历那一种丰盛分享自愿的爱，我们在友谊里面，在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是彼此欣赏的，不是批评的
彼此去欣赏，我们是愿意立盟约忠心的，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不可以信任，那人家就我们就很难建立友谊了，我们要忠心，而且我们是愿意付出，愿意牺牲，有行动的。我很盼望你在皇后盛望教会里面，你很经历那一种很棒的亲情，那种家庭关系。我也很希望你的婚姻，你的爱情是非常美满，但我更是盼望也希望你经历友谊的爱，那一种发出那种友谊的馨香。因为耶稣说，当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看见基督，他们就看见我，他们就看见神的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是的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在人世间，我们可以经历许多不同的爱。而父啊，我们知道这一些的爱只不过是反射出你那大爱里面的其中一点点，因为你的爱更是广阔高深。我们不配做你的朋友，你却称呼我们为你的朋友。你可以把我们当作是奴隶，但是你说不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是的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不配，但是你称我们为朋友。主啊，盼望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那种爱，那种的友情，在小组里面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走更深一步，更是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为彼此挺身而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勇敢，帮助我们去选择那看起来没有保障的爱，因为我们的保障在你的手中，不在人的手中。感谢赞美你，是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是的主啊，你赐给我们 生命中有朋友，你应许我们成为我们最知心最好的朋友。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会寒冷，你我伤感同暖途，友情是最亮的星。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当你被花朵包围，轻轻唤醒，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，一起向蓝天欢呼，向白云招手，我们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是的主，你就是如此的陪伴着我们。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当你被花朵包围，轻轻唤醒，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，一起向蓝天欢呼，向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。当你被花朵包围，轻轻唤醒，
我待春风是你无其中。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，一世像蓝天黄雾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，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不只把你自己赐给我们，你有放许多多的朋友、好朋友、家人在我们的身边，而你自己也亲自的成为那个体贴我们、体恤我们、我们最知心、最好的朋友。主，此刻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，向你来献上我们的金钱，我们将我们所预备的献上给你，求主你欢喜的悦纳，感谢你。家人们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和数名神学生一起来领受神的信息，友谊的馨香。我们很开心也很兴奋，我们看到数名姐妹不断的在成长、看到她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很棒的信息来帮助我们。神透过神学的教育、教会的服事和生活的历练，不断的使她的生命成长起来，我们热切的期待着他和其他的神学生、投入在全世界的服事里面，一起来侍奉神，一起来敬拜神。那下个星期是九月份的第一周，我们又会来到我们的圣餐的崇拜，在当天我呢将为大家分享馨香的人生剧本，盼望弟兄姐妹、家人们和朋友们都一起的来参与，在当中有更丰富的领受。在来临的这个8月31号，我们的少年的崇拜小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，他们将第一次尝试在线上进行出外郊游，他们的 outing。 我们将第一次尝试一个平台，网络的平台叫做 Gather， 是一个网络的虚拟空间、当中好些的导师组长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，盼望我们的少年的家人们、朋友们可以在当中可以享受其中。虽然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实体的在一起，但是在线上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感情却可以得到交流。所以求主保守他们这一天在8月31号的聚会、圆满成功。我们也盼望这个 Gather 我们可以更理解这一个平台，更晓得怎么样开阔在网络的这一些的做法和境界，以致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能够给众人带来更大的祝福。其他的方面，继续的请大家纪念双福的这一个爱心月饼，还有记得如果可以的话来报名爸爸学校。好，这时候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凭信心领受天父上帝那里而来的福气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爱我们的主，那常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一奇妙可谓荣耀的真神，愿你这时候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将你数不尽的平安喜乐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直到满意，直到我们的友谊成为馨香，直到我们与属灵的伙伴们一起同奔主你的道路，并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，大家一起说阿们。家人们加油，靠着主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走过去。